近期热门韩剧《肥肠律师吴永武》掀起许多话题，女主角朴恩彬凭着这部剧人气更上一层楼。而除了她在剧中饰演可爱又有能力的吴永武备受大家宠爱之外，身为吴永武上司兼导师的郑明熙展现各种上司肩膀的暖剧也是大获好评，更是被选为职场主管理想榜样。在不少热门韩剧里都可以看到姜子勇的身影，虽然都是配角，但是他幽默细腻的演技让人印象深刻，甚至被韩国观众称为最强绿叶。而姜子勇曾在发布会上透露，因为前阵子迷上跑步，非本意的透过运动瘦下来，觉得似乎蛮适合郑明熙的形象。而剧中只有知性、理性、内心温暖的律师，其实本人超反差。第六集中，郑明熙做出冷静的手势，要吴永武让崔秀妍冷静下来，搭配窝窝的语助词，整个莫名可爱。我，그렇지我，relax。工作人员抛出他与朴恩彬的合照，前排朴恩彬抱着花束，对着镜头露出甜美微笑，和后面的姜启勇张大嘴巴，双手高举的模样形成强烈对比。网友找出他戏里戏外来比较，笑称现实中最不冷静的就是他本人呐、啊。我，relax。